真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这几天呢，虽然这新的节目呢，哈，但是呢，得到很好的回响啊，很多人呢很喜欢这个节目。最重要呢，这个节目里面呢，除了游戏啊，除了呢嬉笑以外呢，咱还有一个真深的这个哈，有这个教育的功能，所以呢，很适合我们全家大小啊，合伙呢一起来收看。同时呢，也可以在节目中学到很多呢。咱这台湾上水的一挂这个谚语也好，哦，俚语啊，也感谢呢我们现场哈，哦，这个八位来宾啊，来共襄盛举，他们也跟我们辛苦了五天哈，哦，所以呢，这个节目呢，要用大家的热情啊，哦，用咱的热情呢，来互相支持，来，赶快。咱今天呢，哦，因为新的节目拄好开始，啊，有个人呢可能对今日开始看，因为有个人唔知影，听人讲，啊，拢，所以呢，刚开始的这个可能这个一个月里面呢，都会有新的朋友加入，所以我们一样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啊，咱今嘛啊，这个主持人哈，这一到底叫什么名字？给他自我介绍一下啦。大家好，我叫小文。小文，hey. 好，那另外一位呢？大家好，我是台星。好，你看，他们两个都骗我，他们两个说要出去的时候要转一个身，都忘记转了，现在还可以转，哇，对，你看多漂亮。好，哎，开开玩笑了哈。好，我们感谢这两位主持人呢，哈，这几天的辛苦，谢谢。好，嘿，啊，其实哦，你若收看我的节目哦，卖见怪，我这个人哦，较无正经哈，哎，我较爱讲笑话哈，哎，啊，但是呢，啊，无白害，好，咱来讲一寡安尼，大家欢喜一下哈。但是我的这个笑话里面呢，其实都有含义的啦，哈，不是随便乱讲。好，那么我们今天一样呢。这两组呢已经厮杀四天了，今天第五天，对不对？对。好，第五天就要见分晓，对不对？对。哎，拼这里好，这胜负出来。好，那我跟你讲，这个气氛蛮紧张的，对不对？对。我觉得这样了哈，今天的这两队呢的组长呢很辛苦啊，听说组长呢半夜都还要去找组员来参加啊。很多组员不敢来参加，没有参加过这种节目，啊，哦，哎，阿秀啊，讲吼，一早暗都开始点灯，暗时啊十二点我去找人吼，伊讲伊的组员拢足无用的，日时啊拢爬爬走，哈哈，哎，唔知有影无影吼，哎，啊，好不容易召集了一些人，哦，我们蓝队的也是，啊，哦，这个林坤汉呢，哎，嘛那车开的吼，讲听讲对到南西个分林嘛呢吼。去把人吹出来，上远搁吹到头晕去，所以呢，表示大家做个精的啦哈。哎，啊，这两个主持人嘛，赶快临时呢接招啊，哦，一个晚上没睡觉，在那边哈练舞，对，而且呢哈，练的那个舞哈，也蛮好看的，虽然有一点不整齐哈，但是这是故意的哈。啊，啊，你不同意啊。
有无？不要来开玩笑了哈。好，来，咱这么废话少说，一样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组员，好不好？好，红队先来。我们现在来介绍红队的队长。嗨，大家好，我又来了，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要问胜负了。好，大家要玩得开心一点。有没有信心？謝謝。有。有吗？那还是啥？有信心。哦、对，爱有力哈。好来，謝謝啊，介绍你的队员。嘿，大家好，我是秋香。哦，秋香。今日我讲哦。你大家加油哦！我一定要得第一名哦！好，厉害！谢谢。是用那个破烂那个金丝线哦，我有一条歌叫做《爱苏联》哦，嘿，我听过哦。我来第三位来。大家好，我是玩得很开心的玉梅，祝贺你。好，来我们的第四位来。大家好哈，我是秋萍，大家来参加这个哈，只要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谢谢，说得好，掌声鼓励。来，我们四位这几天玩得还好吗？很开心，很开心哈。好，来，再来换我们的蓝队来。好，蓝队的队长。大家好，我是林坤汉，我又来啊。今天要来拼冠军。哦，要来拼冠军。周冠军，周冠军，好，来，第二位来。嗨，大家好，我为台东来苏明慧，谢谢。哎，对台东卡路过来，我来第三位来。嗨，大家好，我过来啊，我是后尾人，我叫陈丽。你们台属那种哦，难怪都很同心呢哦，同一条心，我过来啊哈。后来第四位来啊。大家好，我是桃园来的张秀凤。我们还是不怕死，所以今天要来拼输赢，所以我想说大家我们蓝队一定要爱拼再赢，加油。好， OK 好，我们呢这样好了，先让他们轻松一下好了。好，两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哈。好，这样我跟你说，这两个组长都来头不小啊，他们在海克拉斯的这个体系里面呢，他们都是资优的学员了哈。对。哎，拢学过学过一段时间了后呢，经过研修啊，这已经拢啊有经过考验过呢啊，拢有得到这个金曲的资格啊。他们已经是不是普通的人啊，哎，不是普通的辛苦啊哈。啊，所以呢，这个玉玺也有一首歌，歌名等一下就让他介绍。啊，我们坤汉也有一首歌，那一边呢，更可怕，那边还有两个人也都有歌，来去台东，不是啊，台东集团，那个说，今夜好冷，也不是也没得加配啦，所以说呢，不要紧，咱这边的同学，后天有机会老师写歌给你，不要歪，好，好，来。那这么呢？先安内了哈，让我们的你觉得你们要蓝队先还是红队先？组长呢先来表现他的那一首歌曲。好，那我们先喽，红队先。要红队先吗？我们蓝队抢先好了。是吗？好了好了。不要紧啦，红队都要唱嘛，对不对？哎。啊。女士优先。对了，这个就是绅士的风度啊。你先唱啊，对，好不好？好，安尼呢，咱用咱热情的掌声呢，欢迎今日咱这首歌呢，歌名可以家己报，林玉玺来掌声鼓励者。想着过去。
无情变心做一时，我想袂开，你留予我一段痛苦的过去。你来欺骗阮感情，阮也戆戆来对你，将阮一切交予你，谁知你的一切是虚伪。孤独的人，予你伤甲这呢重，你要回头，阮也不敢望。想着过去双人糖甘蜜甜的情景，有甲来目屎甘目见，你无情变心做一时，我想袂开，你留予我一段痛苦的。你来欺骗阮感情，阮也戆戆来对你，将阮一切交予你，谁知你的一切是虚伪。啊，我是糊涂的人，伤甲这呢重，你要回头，阮也不敢望。你来欺骗阮感情，阮也戆戆来对你，将阮一切交予你，谁知你的一切是虚伪。我是糊涂的人，予你伤甲这呢重，你要回头，阮也不敢望。谢谢。大家带来杰米老师为我所写的《爱你到底》，谢谢，希望大家上台。爱你是我的天理，惜你是我的节日，男子汉为情爱。真心来对待，艰苦的路多我也甘愿忍耐。天一看明月，亲像是咱两个，今世来作伙，用我纯情爱你到底。爱你无后悔，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切无问题，生命来奉陪，爱你爱到天荒地老无问题。
爱你是我的天命，小你是我的一好人。男子汉为情爱，真心来对待，坎坷的路多我也甘愿忍耐。亲像是咱两个今世来做伙，用我纯情爱你到底，爱你无后悔。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切无问题。风地老无问题，就是咱两个今世来做伙，用我纯情爱你到底，爱你无后悔。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切无问题，生命来奉陪。天荒地老无问题。谢谢。哦，雅文跟这个台心，刚才有听到两位的这个啊表演吗？好，感觉安怎呢？就好听的，就好听吗？就有实力耶，是吗？就搞呀，有没有很狗腿？没有，真的吗？真的。你怕等一下人家揍你，对不对？不会啦。啊，不会。好了，说实在的也不错了哈。不过呢，他们还是会有点紧张哈。哎，所以呢，爱卡杰起来上节目哈。很多人呢，其实你看到这个舞台上很多人哈啊，很自然的时候。啊，你看那个歌星都有那个大将之风，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一天到晚上舞台，找机会磨练自己啊，然后呢啊熟悉那个环境。好啊，拄啊呢，咱这个啊，你怎么听几波？你知影玉玺唱什么歌无？唔加班。啊，这个心情哈，唔加班是什么意思？不敢忘。不敢忘。我冇知啊，你做艺术班咧，啊，不敢忘。啊，伊来对你唱啥，你拢唔知啊？唔知。唔知。哦，听不懂。好来，啊，台心来，恁的就是不敢想的意思吧？啊，不敢想象的意思吧？哦，不是，你们那一组的，哦，他唱的是什么歌？爱丽高地。我冇知爱丽高地，那是歌名，来对是咧讲啥？就是坚定的爱情的意思。哦，你爱一个人爱到上底的对吧？对，哈、哦，对好。好啦，开开玩笑哈。好，安尼轻松的时间过过来都安怎？过来拼落去。过来陪爱拼完对吧？哈、哦，来。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怎样？几胜几负？两胜两负。两胜。所以呢，他们还算是平手，对不对？对。哦。还平手的，实力相当。虽然分数上面有点落差，但是呢，以成绩来讲呢，所以今天是一个关键哦。是老师呢，先让他们轻松一下啊，先礼后兵就对了，先我们唱一下歌哈。好，你们怎么再来耍哈？
有的人是安尼啦，先娶后壁较免娶，我著互因头后壁才娶安尼吼。啊，即摆毋著爱过安怎？先组长出来，出来干什么？我袂晓讲啊。袂晓讲哦，国讲一遍啊。公家巴，公家巴。对，电视机的朋友把它记起来哈，这是标准台语的讲法哈。台语没有什么猜拳呐，啊。哎，猜拳是国语在讲的哈，拱，拱腿呀，拱加加多八八，哦嘿，拱加八 ，OK， 好，安尼咱即卖有请两位呢出来拱加八一个来，对，笑点呢，听到拱加八怎啊？哦，拱，一二三。一个拱，一个加，吼，来来，安尼加数字啊，哎，好来，安尼请回座吼，哎，别先给他存两支尔吼，哈哈哈哈哈，哦，凉高凉，风高风，温故的高冻戆，嗯，这句我听下无，捌吼，啊，所以这种眼皮安尼吼，对不？唔知啊，好，安尼无要紧。凉高凉，风高风，温故的高冻戆。好，今日这关无安尼好过哦，哈、哦，来接你一下，哈、哦，接你一下。温故的高冻戆，后边还有啥？冻戆对吧？啊、哦，来，冻戆对恁家开始哦，准备接招哦，哈、哦。对啊，先接龙再答题目啊，哎呀、啊，哈、哦，准备好未？来，一、二、三。动工动工动工工人工人工人这边人民人民人民哦人民呀哦人民民来民主民主民主主主煮饭，煮饭，煮饭，饭，饭碗，饭碗，饭碗，碗，碗，碗。Hello。瓦粿，瓦粿，瓦粿。哎，在你爱吃粿，粿，粿，啊，一声就粿，要粿倒起来。进来哦，分。粿，粿，粿糊。贵妇啊，贵什么名啊？贵妇，那个是国语呢。台语叫做贵妇，其实台语吼嘛无咧讲贵妇啦，哎，吼，啊你袂晓贵族啊，啊毋着解决啦，贵族对不对？台语有讲贵族啊嘛吼，哎贵哦，你是贵哦，贵袂使嘿，贵是要照这个音吼，贵气啊毋着解决啦。你甲看卖哈，好，咱红队得分吗？比较吃亏。哎，你好像不太想写哦。你想要去写啊？自己看。好，来，红队得两分，这边错了哈。好，那我现在给你接贵体，要吗？贵啊，贵体，可以吗？还是你有别的？没关系。可以，贵体可以。好，贵体哈，比如讲贵体，贵来临。拢是会使用贵嘛，哈！啊，即马贵去哦，你要吃吧，喂，我吃就投降啊，没有，真这真简单对不？哎，来一啊，贵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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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势，气势，气势，势，势，势兵，势兵，势兵，个兵来。民勇，民勇，民勇，勇，勇毅，勇毅，勇毅。哎呦，加在礼拜哦，勇毅来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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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小蛋，你讲啥？毅，毅，毅啦。好，毅，毅哦，好，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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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毅，阿毅，哈，毅来，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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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气哈气气，气势气势。好，讲到嘛的气势，刚才讲过了吧？
对不对？气势都要多一点讲。啊，那边已经讲过了。好，你送人家两分啊，哎，现在两队得两分，人家送给你们的哈。你给我什么面？气水。丢咩？气水得啊，你是哈。OK 哈，气水哈，还要吃不？水要吃吧，喂。来哦，水嘛，足多啦哈，来，一二三四。气水，气水，气水。水蜜桃，水蜜桃，水蜜桃。稍等嘞，稍等嘞，人是水呢。对呀，啊，水蜜桃啊。哦，水蜜桃啊。水蜜桃。哦，我听着，这头这头，臭你娘哦！好，来误会啊，水蜜桃哈，好来，桃啊，水蜜桃，水蜜桃，水蜜桃。桃红，桃红，桃红。来红。这么难难搞，还用丢？真丢！哎呀，那会都红掉呢。没有，你们不管是形容词还是动词，哈，还是那个要和那个逻辑呀，嗯，对吧？我告诉你好不好？比方说园区叫做很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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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这样子哈，我看你们已经错两次了哈，这边错一次了哈，好，那可能就到这里了，好不好？好，那么没事，红队又得两分啊，谢谢，啊，你赶紧不要拍手，好，来，现在答题目来，都啊丢得上。啊！你用麦克讲啊，无人要来知。好，凉高凉，风高风，温故的高档哦。好，什么意思？来，就是物以类聚。好，一定物以类聚。对啊，一定爱到较讲较现实，就讲咱吼拢一定爱到好个人做伙。哦，对无？真现实的。嘿，啊，伊才会甲咱牵线牵架。哦，安尼好。嘿，好来，第二位。我记你若认同组长讲的，啊，你就讲同意安尼就好啊。哦，认同组长讲的。OK， 来第三位有没有同意？就是同款啦，物以类聚，就是兴趣同款的聚做伙，啊，生活水准的较水平同款的聚做伙安尼。哦，来，同款无？是我也是这跟他们同款，嘿嘿嘿。那这边你们有没有认同？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哦，好，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啊？也是一样，跟组长一样，门当户对。好，你们已经论及婚嫁，来，过来，赶快，赶快啊，弄赶快哈。我觉得应该是天生一对啊，因为等于说你各方面好像就姻缘天注定的意思就对了，哎，老天爷都不会亏待任何人啊，等于说也是像门当户对啊，哎，怎么样的人，怎么样个性，就是会能够在一起这样。好，现在呢，正确答案呢，啊，他们呢也有对到一些了哈。啊，这边对的比较多，哦，物以类聚的对啦，哈，什么款人都交什么款人啦，哦，这就是讲，当然呢，咱阿秀啊讲了有较现实，讲爱较好个人做伙啦，哈，啊，事实上社会是这样子，哦，有钱人咩，大部分也去交有钱人，哦，看到较善巧，拢闪较远的，哦，啊，这里形容讲一群人，哦，啊，迄度。凉高凉，但是这句话不是算好话哦，哦，你们要知道，有的俚语呢，你如果真这样对着人家讲，那个人会生气哦，因为你后边是温故的搞动容，你也当也当做你的蚂蚁，哦，好，所以正确答案呢，哦，就是跟这个国语的物以类聚啊，是对的，所以呢，这一题你们只擦身而过。哦，所以应该是这边四分，你们一分，这样好不好？好，好哈，哦，来，掌声鼓励啊，哦，好，来，
出题来，咱就来做一个输赢来，这么换谁？换谁？蓝队。哦，蓝队来，赶快出来拿。哦，哎，这个也不用抽了，你就规案拢摸去我紧哈。无看爱走，大目新娘无看爱走，哈哈哈！这嘛是一个谜语，真好耍哈。好，来，啊有想法无？来，你呐？应该是讲粗心大意。王景，来，我们面对这个观众，你说什么？哎，粗心大意。你是说那个新娘粗心大意，对不对？哎，对。啊、哦。大把新娘无看爱走，哦，那个新娘呢，哦，粗心大意。后来，第二位，也是一样，跟队长一样粗心大意。啊、哦，嘛是粗心大意。来，第三位，是说刚嫁进去的新娘找不到那个灶，就是厨房，好、哦，然后所以人家就会嘎嘎，就说啊，你大把新娘。就是粗心这样，所以大家，那个大家骂伊就对啦，啊，粗皮头尾嘛会甲笑安尼，好，来，那第四位，我想是不是眼光高于顶就对了，等于说，嘿，好像是抓到心里了，他讲目头较悬就对啦，所以伊无看爱走，拢看到厝顶安尼有对，啊，好，好，暂时保留哈，啊，这边有吗？有，来说说看，就是指人做事情也蛮潦草的，所以就是，做代志吼就露臭的啦，青菜，用敷衍了事的对啦，用敷衍的。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就是这样，一样吗？就是这样。好，好，两位答的差不多了哈，但是呢，这一题是他们的哈，老师先来讲吼，伊答会互恁安尼，就是讲拢互恁去发挥一下想象，因为八个人的想法，或者八个至少有四个人不一样的想法，也就是观众朋友的想法哈。来，正确的答案哈，就是讲分做两个来讲。拄啊，你讲的哈，就是讲做代志粗心大意，哎，都明明在你面头前你无看，哈啊。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眼高，也那个目睭看伤悬，那个比较不贴切，哈、哦，就是讲粗心大意。那为什么要用大目新娘呢？哈、哦，这句嘛是你骂人诶，所以这句呢嘛莫想着用，哈、哦。哎、啊，即马有人讲，老师，我找无迄个路来吧，你是大目新娘无看走啊，啊，就伫你头前，哈、哦，迄就是艺术讲新娘。啊，刚才这个陈林不错呢，哈、哦，还有抓到哈。哦这大把新这新娘嫁去人家，哦啊，较早大家是足歹哦，古早时代大家是权威呢，哦，新娘都皮皮出啊，哦，大把无一定讲新娘，大家拢大把啦，吼，迄是大家哩骂啊，我目睭较大，你也无看吼，大把新娘无看爱走，吼，这个正确答案是安尼，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呢，大家学了这些俚语之后呢，你们要分辨。不要学一学，拿出去就马上用了哈，要用对地方。嘿，你莫讲我今日有足济回去吼，开始拢对人讲这些俚语哈。好，那看起来呢，分数再算一下吧。今天呢，到底谁是周冠军？哈，紧张来，红队八分，没有意见。这一题忘记讲分数啊！哎呦，我故意的，你还想不到哈？主题在你们这边嘛，哈，好，4-1啦，哈，4-1啦，让一五答对嘛，哈，好，那现在到底是怎样子呢？哈，麦克阿公那个平手哦，红队9分，好，掌声鼓励。啊，蓝队，蓝队。7分啊！哈哈，哦，那真真好，这表示咱无作弊哦，哦，也感谢呢。好，那我们那个红队呢，请站起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你们来。
没关系，我们要有风度哈，下次再把它干掉。好，来，甲访问一个，要接受人挑战不？下一周要不要接受？下一周要不要继续接受人家的挑战？问一下，你们要接受挑战吗？好，把机会留给别人。好，就这样喽。好，来，那我们呢？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二名哈，那头前两名未歹啦哈。哎，全世界比赛，刚才一组的比英文第一名哈，啊，恁第二名未歹，好，第二名啊。第二名要以这么让贤哦，你们要不要接受挑战？啊，不要我们就下一次全部换人啊，要你们就要留下来哦，想好。组长可以留啊，还可以讨论哦。OK 啊，好，给他掌声鼓励。好，那我们感谢红队的让贤哈，马进，红队你们保留挑战权，下次哈，我跟你讲哦，咱一个月内底吼有四个礼拜，对不对？你的周冠军已经保留一次了哦，你若超过后个月就无周冠军啊哦，哎，就别人提起啊哈，啊，你若有要搁等下改变的时阵，就爱搁对头来啊。安尼好唔好？但是你们有一个周冠军的成绩在里面了。安尼，各位拢知影这游戏规则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啊两组来宾来，我们跟大家致意一下哈。还有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啊，咱来个所有的观众朋友呢，后礼拜咱再个继续收看台湾俚语。大声！这么喜欢哈？真欢喜就对啦，咱搁一届吼，台湾俚语大声拼，再见，拜拜。Okay。
心肝就是袂看破思念的字，你亲像桌底的歌，回头看两人感情散，分分合合是天注定，为情来折磨，痴心换孤单，爱情啊，予人心头惊。啊，予你的批，不知要怎样写，是要安慰你，也是要怨叹你。我是戆仔，什么拢不知影，感情两字亲像是白纸。谁人会知影？一暝风雨压淡我心情，为你来听心肝，就是袂看破思念的字，你亲像桌底的歌，回头看两人感情散，分分合合是天注定，为情来折磨，痴心换孤单，爱情啊，予人心头惊。啊，予你的批，不知要怎样写，是要安慰你，也是要怨叹你。我是戆仔，什么拢不知影，感情两字亲像是白纸，回头看两人感情散，分分合合是天注定，为情来折磨，痴心换孤单，爱情啊，予人心头惊。啊，予你的批，不知要怎样写，是要安慰你，也是要怨叹你。我是戆仔，什么拢不知影，感情两字亲像是白纸。
心灰。